你敢不知道吼？我有一个查某囝像你这么漂亮。嗨。哎，是啊，哦，这里后边也扮演。真的，你看那个灯。烟火一定很漂亮哎、欸！啊，人讲哦，这个人生短短数十年，吃饱营养赚大钱。啊，查某囝若无嫁出去，我暗时拢困袂去。哦，所以我听讲叫这烟火店，我来看一下，参观一下。女儿刚好可能需要。哪天我女儿不小心要结婚了，我才知道哪里可以请客，是不是？这里应该是还不错啊，真的很棒看。好，我先找一下人好。看看有没有人啊，可以带我们参观参观。Hello，Hello， 哦，有人呢，有帅哥在那里呀、啊，可以为我们服务一下吗？我们刚吃完饭，想说看一下你们的场地、啊。对啊，可以啊，可以拍吗？可以拍，可以拍。哦，这里 view 也不错呢，哈。对，这个是我们的十楼的宴会厅、嗯，它最多可以到60桌、哦。60桌，对，60桌。嗯，60桌的场地，那这个我们的舞台啊，它是做圆形的。对，在这边舞台的部分是做圆形的，这样子视野的话非常的好，环境的部分都可以看得到客人，对，客人的部分也都可以看得到舞台上。这个舞台在舞台式的比较没有距离感。对，再来这是我们的主桌，主桌跟一般客桌就会比较不一样，它是比较特别的颜色。嗯嗯。对，那我们规划是一个地中海风格的颜色。嗯，这样。可以拍照。可以，这个到时候是要放一个花还是什么东西？到时候也会，也可能会放啊。如果新人有需求，嗯 ，OK， 到时候都可以做讨论的。所以这边只有这个一个宴会厅。对，我们目前是这一个宴会厅，那也可以依照客人的需求。如果它是比较小桌数的话、嗯，我们中间会用一个隔音隔板把它挡起来。哦，再把它挡起来，变成一个一半的厅别，然后可以放到30桌。嗯、对。所以也可以跟它，对，然后那个隔板的部分是隔音的，所以不用太担心说隔壁的声音会听得到。嗯、对，是用隔音隔板，所以是听不到的。嗯、这个吊灯也是很华丽、啊，很有特色哦。对，那很冒昧的请教一下，是我们这里的菜啊是多少起价？我们的、啊、这比较现实一点。体验的部分呢、啊，它是起桌价是12880加12880加一层。对。哦，那无限可以到多少都没关系。我们目前是有三个价位，另外一个是15880的。15880。对，另外一个是20880的。哦，那对，那可以依照您需要的餐价，然后下去调整菜色也 OK。哦。对，比如说我们要用12880的、嗯，其中有几道菜想要做更换的话、嗯，到时候都可以做讨论。哦，是。对，那也有试吃的服务吧？有没有试菜的服务、哦？有试菜的服务。对，就是说如果我们订了这个菜以后呢？嗯，你们可以先办一周给我们这些家长先吃看看，对，可以的，确定以后试菜会有一个优惠价。哦，也是有一个优惠价、对，然后我们到时候试完菜之后、我们的主厨啊主管都会进去到您的包厢，嗯，然后询问菜色的部分有没有需要做调整的、都可以做调整。 OK 对，好的，那服务非常好。嗯，好，谢谢。所以这个总桌数有几桌？60，最多可以到60桌。60桌，很漂亮。嗯，它这个 view 非常好。对。下面那里是那个台里吧？这里都没有挡住了，那个旧工厂那里。所以你们这个馆叫什么馆？这个叫东东宴会市场高雄云顶馆。高雄云顶馆。上面的夜市很多。哦，优惠啊，不然它是6日的跳蚤市场。哦，6日的跳蚤市场。对。哦，古董的嘛，哈、哦。对，就是对一些二手的拍卖。二手的拍卖。这里啊。今天晚上应该很漂亮哦。晚上还蛮不错的。因为刚好看到高雄是那些大楼，八组大楼啊。那个，那还是你们这边有明细吗？明细有啊，到时候可以给你们资料，让你们带回去做参考。好，嗯，
那现在是可以拿还是怎么样？可以，我们会到九楼下去。去九楼吗？对，下去九楼拿。OK， 好、哦嗯，那我们现在就去九楼。杨大哥这边不错呢，你女儿要结婚可以在这边结。我们要拿资料，他们说要下去九楼哎。那、啊、这里以前是那个一个游乐区，那叫什么？我想不起来。对了，收起来。金银岛，金银岛对不对？下面这个是什么？它是富野集团里面的。哦，这是道丁的 motel。哦，这是motel。是。哦。还有营业吗？有啊有啊，都有营业。要不要参考一下新娘房？哦，好哦。哦。对对对，很久还没有看新娘房。来这边。然后这是我们的独立的洗手间，新娘、哦、新娘子在里面上厕所就比较方便，哦、对对 对, 对，就跟不会跟宾客说一起共用到。对对，那我们这个厅别的部分呢、啊，会有两间新娘房哦，两间 对, 对，另外一间的话可以给我们的花童啊、伴郎伴娘、嗯、男方主婚人爸爸妈妈做休息都 OK。哦、嗯。这里也可以让新娘换衣服啊，对，也可以让新娘化妆，然后也可以休息做使用。对，刚好这个地方也比较隐秘。对啊，刚好这个，这个欢迎新郎新娘进场啊，就从这里吗？是我们这中间的光纤步道。哦，光纤步道，好，来看一下光纤步道。哦，在这里呀、啊。光圈步道的话在这边，那我们光圈对地板灯的话会打出来，然后到时候是熄灯做进场，然后会搭配一些电脑灯光的效果。到时候我们会有三种光圈步道哦，就是中间的门口会有一个光圈步道，那左右两边是也有一条光圈步道。对，那到时候就是我们三边的地方啊，我们可以建议中间的部分可以给花童、伴郎伴娘、男方主婚人走进场，然后这一边的话可以给新郎官跟岳母进场。哦，对，那另外一边就对，对，另外一边的话就给新娘子跟爸爸进场。哦，这样按我们这样三边一起进场的话，宾、哦、客都可以看得到。哦，效果对，比较好看。然后到时候我们就会在舞台的中间做交付仪式。男方方对是，男方女方各去一方是，然后呢到中间这里来团圆。那目前舞台上这两个东西是我们用温馨仪式使用的东西，一个是切蛋糕，另外一个是倒爱的流水，倒的流水，对，它有点像倒香槟塔的那一种感觉，对对。到时候我们在做这些仪式，我们会搭配一些烟雾啊，或是泡泡的特效，可以营造浪漫的气氛。嗯，所以要去跟你拿酒楼拿那个资料。对啊，可以。感谢你。好，谢谢。你刚刚在忙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刚刚在这边整理一下。啊。好。这个是说也是600了，对，600了，600了。我们刚刚在你们楼下吃饭，很好吃。真的吗？好啊，好啊，下次再欢迎再来。对，而且 CP 值很高。对啊，我们 CP 值还不错，真的 CP 值很高。随便请哦。好，你们先进去。对。好。九楼到了，九楼到了，在您右手边方向，那个叫什么叫？突然间不会讲那个捷运的。好，谢谢。
如果要订这个，有没有需要注意什么吗？订位部分，如果你提前要先对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们有决定好日期的部分呢、啊，可以先拨电话询问一下日期的部分，还有没有场地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们可以先帮您做保留，到时候有时间再过来看场地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基本上那有要付定金，它是要定金的话，如果我们是喜欢这个场地的话，我们再下定就可以了。喜欢的话再下定。对啊，我们喜欢再下定就好了。下定有规定多少金额吗？有啊有啊，它有依照不同的厅别、嗯、有不同的定金金额这样子。对，好，来这边是给您的资料，谢谢您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所以我们来的话就找你嘛，也可以找我，里面有放我的名片啦。好好好，对，嗯，志文兄，郑先生，对，我是志文，志文先生，我是杨文。谢谢你，谢谢哦，谢谢哦，谢谢。谢谢，我们的停车卡可以用吗？停车卡可以帮你做消息。所以今天叫什么？东东云顶，半日游。东东云顶半日游。其实这里离那个高雄轻轨也不远了、啊，还有像这个百货商圈呢、啊、也很近、嗯、啊。像这个什么统一。梦时代，梦时代在附近，在这附近，梦时代附近而已。嗯，来这边还蛮方便，楼下也是富野饭店是可以住房的。嗯、对啊，嗯，富野饭店是一个景点。那好像在资本也有嘛？有，是不是好？嗯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、哦，谢谢，拜拜，小心，拜拜，嗯，好，回家，嗯。